你平安。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拿着信德当什么呢？当藤牌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什么是信德呢？信德是什么？第四，信德当信德当藤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和道德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诗人讲道德，基督徒讲信德。信德和道德区别在哪里？道德是修养出来的，信德是信来的，是不是啊？道德是从人本性中间出来的，八荣八耻，善恶观念，从善恶观里出来的叫什么？叫道德。人性，人本性中间的叫道德。有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守道德律，我们是守出来的还是信出来的？信。我们的德是守出来的是信出来的？信。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从神来的。这里边说用信德当作藤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不是用信德，用道德，靠着守律法。他们所说的守道德律就是守十条诫命。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守一条算不算有律法？算。守四条？算。守十条呢？算。守613条算不算有？算。有。那么今天我若活着就靠守律法，我若死了就不靠守，因为律法的总结是谁了？基督。基督了。那我是借着信把基督接受进来，还是借着手靠着自己的肉体膀臂去守道德律呢？圣经里有没有教导我们，叫我们去守道德律啊？有没有？圣经有没有道德这俩字？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两字。因为我详细的查了，有很多的其他的教会的地方那个工人讲守道德律，我就在找啊，我看有没有道德律，道德律我怎么就找不到这道德律在哪呢？后来原来他说的道德律就是什么呢？十条诫命就是道德律。守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上帝给以色列颁布的，是给我们颁布的？外邦人可不可以去守那个道德律呢？守不住怎么办？上帝不让我们守，要让我脱离。有许多人要去守，守不住了怎么办？守不住只有死路一条，是不是啊？我们看圣经里头具体什么是道德，这里边讲用信德当作藤牌。什么是信德？不是什么是道德啊。道德我们知道世人中间他所要标准，在学校里头给孩子讲道德修养，是不是啊？是经过人本性肉体中间修养出来的叫道德，是通过信心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德叫什么？信德。和信德这两个要把它区分开来。我们首先看罗马书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圣经里头一共就有四处经文提到信德，但一处经文也没有提到道德。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什么传遍天下呢？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这里保罗提到的是什么？你们的什么传遍了天下呢？信德。如果你们的道德传遍天下，有没有可夸的？没有，没可夸。道德传遍天下是你自己守出来的，信德传遍天下不是守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什么叫信德。好，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什么叫信德？信德是对你所信的对象的可靠信服的程度，叫信德。我道德是我自己里面，我相信我自里面有德。世人都犯了罪的缺德了，还想要守道德能守住吗？按肉体来说没有一个能够守住的，因为已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办法靠着一个亏缺神荣耀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去守道德。都守住了吗？外面守住不过像犹太人似的，肉体没去做，心里还在犯，算不算呢？算呢。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归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敬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耶稣要求是道德，是信德。什么叫信德？什么叫信德？对主的信服程度叫信德，是不是啊？有多少人祷告了没给成就就灰心了？无论向主祷告什么事情，祷告刚刚开个头，主还没给他成就，一试验他的信心，看他有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开始灰心了，就不祷告，不再祈求。而这个穷寡妇呢，向什么样人求呢？向一个既不敬畏神又不尊重世人这么样一个不义的管家求，得没得着？得着。那么我们的神义不义呢？义。我们向他祈求他听不听？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第七章里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是祈求的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应许。一个人当他抓住应许的时候，这个穷寡妇现在不义的官是缠磨你，不给我成就我就缠磨你，反正你不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啊？你终必要给我伸冤。一个穷寡妇把一个不义的官给缠磨的烦了，不让他睡好觉，晚上敲门去，你不给我伸冤，我晚上敲你门，是不是啊？耶稣说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什么
开门，这叫信德。信德由信而来的德叫什么？信德。信德对主信靠程度，这个叫德。我们今天全建立在信的基础上，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不是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对主话语的信服程度。耶稣就为了叫别人常常的来向神祈求，因为神有无限的供应，他要供给那些向他祈求的人。但有很多人求来求去就不求了，甚至于不凭信心求，而这穷寡妇他就知道，我这么缠磨他，他就是个不义的官，他也要给我什么？给我伸冤。所以他在缠磨他，烦了，烦了，没把他打一顿，没揍一顿，反正你揍不了我的寡妇，是不是？我就先天天向你缠磨，你给不给我伸冤？你不给我伸冤，我天天不放过你。赶上雅各了，是不是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落着你大腿，我跟你摔跤，是不是？我就不让你走，是不是啊？有多少人像雅各一样？雅各就馋呐，我就这件事我看好了，我不得着，这昼夜都不睡觉，是不是啊？雅各，旧约的雅各是不是这样的？想方设法我要得长子名，我要得长子名分，我一定能得到祝福，我要得到祝福了，我就一定能得到家产，是不是？我得到家产了，我就一定能得到许许多多的羊群和牛群，是不是啊？他在那缠磨，这就是信服。亚伯拉罕信不信？信呐。谁说的话？这个老头75岁，一个老头从家里底的屋儿就出来了，是不是？像小孩，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是不是啊？他就要成为多国的父，众人的父。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掰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众人的父，是不是啊？那么今天亚伯拉罕这个老头就被打发出来了，说你出来吧，当时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特别的富有，是不是啊？在全世界那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京都，最有钱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出来，那需要信心的。神就叫你出来了，你从那个地方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今天能听神话的人多不多啊？真正听神话的不多呀，因为上帝要让他出来，他就一个老头，你说也不管那套，就出来吧，你让我出来我就出来吧，就出来。今天要不要出来？要。从哪出来？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我们也要从世界中间出来，是不是啊？以色列众百姓从罪恶中间出来，我们也要从罪恶中间出来，对不对呀？出才能进呢，不出怎么能进呢？先从埃及出来才能进迦南呢。我们也是先从世界中间出来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呢，是不是啊？那不出怎么进呢？你看整个以色列这个道路就是出进，是不是啊？先出后进。我们也是这样，出离旧约我们才能进入新约，你俩约不可能同时来啊。出离律法才能进入恩典，出离死亡才能进入永生。一生我们就是出进，就这么两条路告诉我们出。那亚伯拉罕就开始出了，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了，是不是啊？他怎么出的？凭信心出。信德当作藤牌呀，这是个藤牌。当你有信德，从信而来的德就是藤牌。什么叫藤牌？罗马当时保罗在坐监的时候，看见那些士兵在外面看守，那士兵左手拿着是什么？藤牌。右手拿着是宝剑，身上整个顶盔贯甲的，这是个基督的精兵。那么那铁的兵呢，刀都拿不动，藤牌更不用说了，就更拿不起来了。能不能打仗呢？能不能打仗？那不能打仗，那非得败不可。今天上帝要的是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必须是顶盔贯甲的。当然我们穿的不是世界上的军装，我们穿上是属灵的军装。以弗所这里讲的是属灵的军装，先防后攻，
这些东西先预备好了，都戴好了，最后救恩的头盔戴上，手里再拿着宝剑，就是神的道，是不是啊？那这样呢，就有防又有攻了，攻防兼备。先别人先打不着我，我先预备好，别人打不着我，我把所有救恩的头盔先戴上，藤牌戴上，是不是啊？护心镜遮上，平安的福音鞋穿上，真理的袋子束上，这样仇敌想打也打不着了。我能打他，他不能打我。基督徒就是这样，仇敌打不着你，因为你有防了。没有防的人，还没等防就上去攻击了。听见我讲道的人，上别的地方，火热的心就上别的地方去了。听完我讲道，乐得不得了。哎呀，你这讲道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就开始出去火热传，因为他还没有自己带着就传。哎，三传两传，叫人把他传去了，传来传去又转过去了，又转到那肉体里头，转到肉体里才感觉这道不合理。那这道怎么能合理呢？咱们主耶稣在我里面，我自己不活就能成，行不行？能不能成？能成。啊，以色列出埃及这一路上，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你信不信呢？信。一路上，他们渴了，磐石出水；他们冷了，是什么？火柱照他们；他们要热了，什么？荫蔽他，云柱荫蔽他。那么他们要饿了呢？天上往下掉马呢？想吃肉了呢？鹌鹑就飞在他的帐幕，一走，是不是啊？能行一天的路程，那么远的鹌鹑，全遮天盖地的鹌鹑。耶和华大有能力，他能供养以色列几百万人，也照样能供养我们。当我们今天从世界中间出来，总恐怕我能不能饿死。我这是信德吗？我总怕我要是服侍主了，我得不得饿死？我老婆孩子谁养呢？有没有这么想法？想没想过？这是对他的信服程度。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总求的是什么？我爱想全是信仰上也是自救法，生活中间也是自己供应自己，不叫神来供应你。神今天能供应你，信不信？是。你信不信他能使天上掉粮食？你眼科他都能叫你掉馅饼。历史历代中间世人说，眼科没有掉馅饼的时候，不是什么全道就是陷阱。而我们的主耶和华在旷野中间曾经引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从天上掉下馅饼了。养没养活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倒闭旷野，是冻死的，是饿死的，是累死的，是渴死的。你告诉我是怎么死的？被你完整死的，不是饿死的，不是渴死的，不是冻死的，是不是？是被你完整死的。不信主，没有信德当着藤牌，在道上没有信，没扎住根，那根基没扎在基督的磐石上，全往肉体里扎，往自己身上信，什么都靠自己。人除了埃及的心跑哪去了？心还在埃及的大葱大蒜呢，是不是啊？那皇冠上了，心都在埃及了。现在有多少人坐这里心跑家里去了啊？有没有？有啊。总想，那我要不这样，就我谁养活我呢？我要不那样，谁养活呢？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了，这就是信。你不行，你跟那野草学习学习，跟那飞鸟学习学习，行不行？跟那野草学习学习，百合花学习学习。耶稣说，你们看看这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却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飞鸟贵重，我们贵重？我们贵重。就是所罗门集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种花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野地里跑，今天还在，明天就要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首先
一个基督的工人，无愧的工人，首先是在做全群的榜样，在信心，在爱心，在各样都做全群的榜样。因为你先走出来，你走完后边人看着才能跟你学呢，是不是啊？手什么人学什么人，手没有信心的人就学没有信心的人，手有信心的人就学有信心的人。你看下面的那信徒他不管那套，你前面的工人怎么走他就怎么走，你信不信呢？你凭信心仰望神，能力在你身上显明，那么能力也在你下面那些听到的人身上显明。你不凭信心仰望神，全凭肉体血肉绑臂走路，那么今天照样是你下面那些听到的人也照样是那样跟你学的，是不是啊？是啊。你从来一个小事都不仰望神，那大事也不仰望神，那你下边你听到的人也照样是这样，不会仰望神的。信德重不重要？重要。信德重要。上帝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就借着你的信心。这个信德就是对主的信服程度，对他的信服程度，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不义的官，我也一直查摸他，他不给我成就，我一直查摸他，因为他是官，你只要是官你就得给我办事，是不是？他在那查摸查摸就不放过他，他因为烦了。耶稣是用这个不义的官来说明，说明主比这不义的官强不强？强。不义的官都这样的，那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是不是啊？是。你求怎么求啊？凭信心求啊，还是半信半疑的？有的人边求边怀疑，求完了嘣一下站起来，能行吗？能给我成吗？是不怀疑啊？怀疑能不能给他成？不能给他成。你看这个穷寡妇，把什么样别人都求不动的那个官给求动了，这就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官抱有一定的信心，是不是啊？他的希望就指这关给我伸冤，他要不给我伸冤，没有人给我伸冤，就一个人缠磨他。后来呢，他就给他成就。所以耶稣在这里，在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耶稣基督在来的日子那场，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普世性的灾难。当然那场灾难基督徒肯定是灾后被提定下来的，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讲，这场灾难不临到基督徒，这场灾难一样也不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的末世说，我唯让你观看见个人遭报。基督徒就在那场战争中间不被战争杀死，基督徒在地震中间不被地震震死，基督徒就在洪水中间洪水不淹死他，基督徒就在瘟疫中间瘟疫不闻他，就闻世人，就叫你唯一叫你观看诗篇第九十一篇就这么说的，九十一篇呢，是不是啊？在末后时期一场空前绝后的那场灾难是普世性的灾难，那个时候是对基督徒信心的一个考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一场逼迫，大罪人，大战争，大冰雹，大地震，是不是啊？全是大呀，大逼迫，大灾难，是不是啊？大黑暗，大饥荒，都临到这个时代。基督徒呢，不用吃饭不饿，而别人看基督徒是个怪物，那他们怎么不饿呢？我为什么不饿？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话就是食物了。将来在灾难中间不用吃饭了，那话就起到作用了，就像耶稣在旷野中间四十昼夜一模一样的，这是对主的信心，这就叫信德。基督徒不感觉到渴了，因为信他的人必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基督说，你喝这水还会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什么？不渴了。你信不信喝了耶稣所赐的水就不渴了？好，在灾难中间，基督徒别人日月星辰都昏暗了，基督徒里面还有光，那光是什么光？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对不对？
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是对主的信服啊。这就叫信德，因信对主的可靠程度，信服神，这就叫信德。那这信何等重要呢？好，咱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啊？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好，前面五饼二鱼，是不是啊？十五千人吃饱了，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就五饼二鱼，是五千人得吃饱了。这群人就是说，心里想，这下可行了，这下可行，这是弥赛亚，这下可行了，我们跟从他，饿不着，肚子饿不着，是不是啊？打仗了，要耳朵一下打掉了呢，还能给粘上。你看这位主多有能力，脑袋掉了，耶稣又啪就给你捡起来，又给坐上了。死人呢，他叫复活，没有饭吃，你看，他这五个饼两条鱼能使几千人吃饱。这跟从耶稣，要拥戴耶稣在这世上做王多好啊，是不是啊？我们干脆就跟从他吧，他能供养哪个？供养这个。他们找耶稣到处找，找不着耶稣，后来退到山上去，是不是啊？耶稣不跟他们，偷偷的渡过加利利海的那一边去，找找找半天，费时巴力的找耶稣基督，好不容易找渡船往那边跑。好像找找的，拉比几十个跟你来呢。耶稣当时，哎呀，你们只要来就好啊，只要来就好。耶稣就顺情说好吧，那你只要来就好。耶稣当时是责备他呀，是责备这些人呢，还是夸了这群人？找耶稣付不付代价呀？付代价。找耶稣干什么？求饼得饱的，是不是啊？为哪个？现在有多少人信耶稣为求饼得饱的？有一个工人曾经，我就亲耳听见他对我说，其实主的传道人应当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用得好，开着汽车，开着名牌汽车，住着豪华的别墅，就这么说，天天求，上这求，上那求，求三十万的楼房，求大学生的媳妇儿，有没有？有。他干什么去了？他找耶稣干什么去了？求饼得饱，就为杜甫。也有许多人，他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根本就不认识神。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的，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吃喝用这些东西都给你预备好了，不用你担心。好，这些人渡到河那边干什么去了？渡到加利利海那边干什么去了？找耶稣，坐船过去找耶稣。付不付代价呀？付不付辛苦啊？好不容易找的，这下可不能把他拉比几十到这里来呢。耶稣回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求饼得饱的，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说完这句话了，他们要做工，
拉比，那我们行什么事才算做神的功呢？还没信呢，现在有多少人没信？要做工啊，要凭肉体做呀，心没动呢，心没还没信耶稣呢，就要做什么工？神需要人吗？神需要没信耶稣的人去做工吗？不需要，没，他不需要的。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你都没信，他说的话，你把他当耳旁风了，从这条耳朵就进去了，从这个耳朵冒出去了。你没信他的话，还想做工吗？”现在有多少人对主的话根本信不来呀，还想去做工，想做教法师，却不明白所讲说的所论定的，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讲说的论定的是什么，自己都没明白，讲了葫芦半天的，讲了半天自己都没明白，我到底讲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你说他自己都不明白，能给别人讲吗？好，讲化学这个老师不明白化学公式，也不明白怎么样列化学那个公式的题，能不能教学生？能啊。不能教，他自己唱歌那人都不识谱，他要教别人音乐能不教了？有一天我在房地球那地方，因为我唱歌呀，我的耳朵最好使，你唱歌你只要亮一点叫我马上知道，那个敏感呢，你要唱那歌要亮调，在我跟前唱亮调的，还那每次在这唱，还不如是给我一刀呢，那难受死了。一唱歌亮调，你听难不难受？南腔北调的，调调不着调的，是不是啊？哎，那天晚上，他说你上楼吧，我就上楼了。我上楼完了之后，他们在下边干什么？培训，找四五个人来那培训，培训唱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练音阶，凡发凡西的都唱不准，发跟西都唱不准，因为咪发之间它半音呢，这唱不准。完了，西都之间还是什么？还是半音，就唱不准，唱不准也在那唱，唱了，啊，也跟狼嚎一样，跟狼嚎一模一样的。我在上面听死了，那声音那么大，还搁麦克风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说自己都没明白，自己都唱不准，还教别人，还培训音乐培训，这能培训出来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家呢？自己都没唱准，自己都没唱对，还去培养别人去？你说要命不要命？别人的教学生都要钱，他这要命的，这不是不是啊？一听了那耳朵就是受刺激啊，受不了啊。我们今天都是做师傅的啊，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做师傅的，是教导别人的，既然是教导别人，自己先明白，是不是啊？别管别人，我自己先明白，我先别想教导，我先自己先明白，明白完了你就不用教导，圣灵在里面就开始就感动你了，就给你能力了，是不是啊？是啊。当时使徒在耶路撒冷等的时候，耶稣有话，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能力从天上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是吧，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那就要等能力啊，这能力还没上身上，还没自己还没明白，去教别人，一教就是一个错呀，肯定100%的错呀，是不是啊？特别是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和人间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天国的道理是真理，所以当你教导你没明白的时候，一教就是错，就很容易就偏到哪去了呢，把天国的道理讲成世上的道理了，是不是啊？从天上来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的，他所讲的话也是属乎地的，是不是啊？唯独从天上来的人，是不是啊？你今天必须具备一个从天上来的人，就是基督的生命住进你心里头，你讲说的才是真正属天的，才是上帝所悦纳的，
是不是啊？是。你里边必须具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属天的人，是基督成形在你心，是不是啊？好，这是以信德当作藤牌嘛。再往下看，信德当作藤牌，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信德当藤牌，可以灭掉的恶者一切的火线。你在信上建立，恶者就没有办法动你，因为你以信德当作藤牌，是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恶者要打就打不着你，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啊？就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是信服耶稣基督，信服神。好，再看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戴上救恩的头盔了。第五，戴上什么呢？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看啊，十七节，救恩的，戴不戴上头盔呀？头盔是干什么的？护头的。你的头被护上了吗？什么叫救恩？什么叫救恩呢？救是被拯救，恩是恩典，拯救我们恩的恩典，带没带上？带上了吗？神拯救我们是按照恩典拯救我们，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几段经文。第一段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的第九节。找到没有？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神，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恩典是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赚的，是赐的，不是我们花钱买的，是给的。是万古，什么叫万古呢？唯有世界以前，没有创造大地以前，世界还没有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把这个恩典赐给我的，你信不信呢？上帝不预定拣选的人努力能不能进天国？上帝预定拣选的人一个也跑不掉，上帝预定得救的人一个也跑不掉，不预定的人想要得也得不着，是不是啊？这里面说这句话，他神救了我们，主动权在谁手里？我今天得救了，主动权在谁手里？在神手里。以圣召召我们，我是蒙上帝圣召召的，我所以我是圣的，神的召是圣的，因此我就是圣的，是不是啊？以圣召召我们，就特别地告诉我们，他是用圣召召的我们，所以因此我因着他的圣召召我，因此我是圣的，我不是俗的，我是被分别出来一批人，是蒙召的一批人，神用他自己的圣召召了我，不是按我们的什么行为召你出来，不是按你的行为，那你按没按呢？啊，你按吧，他不按行为，你按吧。那神不按，那我得按。那神是神，我是我，他不按我的行为，我得按我的行为啊。行不行？他招你不按你的行为，为什么？怕你自夸。你树立你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件何等大的叛逆啊！你什么都加起来，你什么事情都做了，也不如你这件事情是最可恶的。什么是最可恶？就是加上自己的行为，不要主的救恩，是不是啊？加上自己的行为，不要主的救恩。上帝叫你把这个救恩的头盔戴上。好，我今天骑摩托车，我要戴个头盔，目的是什么呢？护头。
现在我的头盔现在在家里头，戴没戴上？光着个脑袋没戴上。有没有头盔？有。买没买呢？买了。戴没戴呢？没戴。起不起作用呢？不起作用。没戴上。这救恩是何等重要啊！所以救恩有很多人讲救恩都讲似而又非的道理，讲恩典，都讲恩典，讲来讲去就偏离主的恩典，就不在恩典的建造。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什么？早晨进葡萄园的，中午进葡萄园的，都讲给他多少人呢？1000人。这就说明做工不是得工价的资格，因为他不是按照做工来得的工价。晚上也进葡萄园的，也给1000银子，干1000的也给1000银子，干半天的也给1000银子，刚进去的还没得干的也给1000银子，后来这早晨进就不干了。凭什么呢？你凭什么给我1000银子呢？那晚上那刚进去了，你给1000银子，咱俩不是讲定好了？咱俩约合同签的不是给1000银子吗？我愿意做好人，你眼红吗？啊，我自己的银子，我愿意给谁给谁，他就一点不干，我也给他1000银子，怎么的？这是恩典，是不是？什么样不是恩典？好，咱们今天都给他工地打工啊，都当小工，都上了工地里头。当小工给他送砖送灰，或者做钢筋工，都干活进去了，干得累够呛，晚上回来一人给100块钱，是不是恩典？不是。什么是恩典？毛弟兄跑那去了，上那个地方看着有一个床，躺在那里就呼呼睡大觉，睡完大觉起来了，老板说今天因为你睡觉了，所以我要多给你点，别人给100我给你500。毛弟兄乐的了，拿着500块钱就走了。那些人，哎，他没干活，他怎么得500呢？老板说话了，老板说我的钱我想给谁他就不干活，我想给谁，管你什么事，我给要饭花，给那些讨饭的，管你什么事呢？咱俩讲的不是多少100块钱吗？一天100块钱，是不是啊？是啊。什么叫恩典？我这杯子是个价值连城金杯的，我要给冯弟兄的。冯弟兄啊，这杯子给你，但你给我拿1毛钱，这是不是恩典？不是。因为这杯子是他拿1毛钱换的，这不叫恩典。神拯救人的恩典，这叫救恩，白白的恩典。我说冯弟兄来拿走吧，1分钱也不要，他就把他拿走了，这叫什么？恩典白得的。恩典是不是白得的？是。空气、阳光、雨露、湿的温度都是白得的，每一天我们在地上这些恩惠都是上帝白给的，是不是啊？是。不用花钱，不用换，上帝就巴不得我们不用换，用信德来到他面前。恩典，恩典就是上帝要把这恩白白的赐给你。你要不要？要。要啊。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谁信加给人？来，谁要？神的意就加给人。神从天上看世人，谁要加给谁？来，接着。接着上帝的恩典，接着神的义，接着我的能力，接着他的爱。所以上帝把他的爱、能力、智慧、公义都白白的给我们，这就是恩典啊！不用你使劲啊，你越使劲越相反的方向使劲啊！你不使劲，山才能挪移。你愚公移山那是愚傻，所以他叫愚，愚人无知的愚，愚拙的愚。他凭什么移山呢？凭什么？凭这血肉绑臂，靠着什么？一筐筐背。他说太行王五二三，二三立在他们门前，他不把家搬走
不搬他家，不把他家搬走，要你干什么去了？一山，凭什么你？凭血肉绑定。那么上帝叫你凭什么？凭信心。耶稣说：“你们的信心若一如同一粒芥子那样大，山就能挪移了。”是不是啊？今天上帝要把经文给你，你能不能接？这很关键。对，是不是啊？有的人呢，恩典的从他门口路过的，他都没接着。有一个人接着，耶稣都要走了，都要出耶利哥了，被撒该给抓住了，接着。有的人连撒该都不敢，耶稣马上就要离开这世界了，被一个强盗给抓住了，接着了，是不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今天他的救恩从你耳边划过了，你今天有没有接他到你心里去呢？有没有？啊，耶稣基督，他就是一切恩典、赐福、一切慈爱的源头啊！你把他流失了，把他放跑了，耶稣马上要出耶利哥，还被一个瞎眼的给盯上，没有眼睛给得着，有眼睛都没得着，啊，没眼睛的耶利哥瞎子没眼睛，低买的儿子巴尼买给得着了，是不是啊？现在有多少人长眼睛不认识耶稣啊？啊，长哪个眼睛？没长哪个眼睛？把耶稣基督给丢掉了，被耶利哥那瞎子给得到，是不是？你发没发现自己有长处的人很难得到耶稣，没有长处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耶稣。耶稣今天就从我们的门口路过了，就有许多的人就没得着，是不是？他要把救恩的头盔给每个基督的精兵戴上。你承认我是精兵，那么上帝给你戴上，给你这救恩的头盔，叫你戴。你先别想我做点好事，你戴头盔就是做好事，你不戴头盔你想做多少好事你做不成，因为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先戴头盔，先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信德先当作藤牌穿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先把自己先保护好，先别管别人，我自己保护好了我才能去救别人，我先成为基督的精兵才能救别人，我先成为一个主无愧的公人才能去救那些人，好不好？我都没预备好，自己都没预备好呢。你当工人吗？那当工人的工人也是什么工人？嗯，什么工人？滑头工人，肯定是个滑头工人，肯定不是主合用的工人。上帝今天这个世代中间拣选了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中间成为神合用的工人，无愧的工人，站起来一个顶十个，一个顶一千个，是不是啊？站起来就大有能力的，主大大的使用他。所以这样的工人在这世代中间被主兴起来，主会大大的使用他。这样的工人是神合用的工人，是不是啊？好，再往下看。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先管我们的行为，管按什么呢？不按什么呢？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你接受不了这道，是不是因为你要加上自己的行为啊？啊，是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九十五的人都要加行为啊？加上我的行为。你的行为行得再好，在主的面前已经被玷污了，所以上帝要把你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是不是、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行为已经玷污，已经受了玷污了，从亚当从肉体从肉体的来的都是邪情私欲的行为，上帝不喜欢这样的行为。当你被圣灵感动出来这个行为，被圣灵更新出来这个行为，无怨无悔的，是不是、啊，是在爱里头建造的。好，我再往下看，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早早赐给，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才把这恩典表明出来。他已把死废去了，死在你身上有没有权柄啊？没有。罪要在你身上有权柄，死在你身上就有权柄，律法在你身上有权柄，死在你身上，罪在你身上就有权柄，罪在你身上有权柄，死在你身上就有权柄。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什么？罪的诠释是什么？律法。罪的诠释是律法。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诠释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什么呢？律法。好，这里面说万古之先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助我们救主基督耶稣才把这恩典表明出来，才表明出来，叫你接受这恩典，能不能接受？好，他已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彰显的是这个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不能坏的这俩生命哪个是不能坏的？你里面的我把它掏出来，这里边灵你看不着，你几个人？有你。几个人？有你。你用哪个人？你用几个眼睛？两个。你几只眼睛？四只。你看好了几只眼睛？有人说我哪有哪，我就两个眼睛，哪两眼睛？这两眼。哪两眼睛？这两个肉眼。要光是肉眼，还用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吗？心中有没有眼睛？有。心里有没有人？有。有人说我没看着心里有人，谁看着？我上回有一回哥在我们那边，我就讲，我说有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你们讲的全是一个人的修炼，我讲的是两个人，过去一个，穿上一个。你王彦浩天天骑个摩托车，我就看着你骑个摩托车，就一个人，我那个人我怎么没干着？我说你这也不是信神，灵魂你也没看着呢，你信不信有灵魂？有。神你没看着，你信不信有神？有。空气你没看着，相不相信有空气？有。这样人信来信就把神信没有了，因为他信的能看见的，他不信看不见的。我们今天信的神能不能看见？不能看见。信不信？信。我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人，从神生的人，相不相信？啥时候生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哪个是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这等人，是这等人。这等人是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谁生的？这等人是从情欲生的，是从血气生的，是从人意生的。这等人里面这个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什么生的？血气生的，乃是从真道生的。所以在雅各书说，神用真道生的。有没有一个用真道生的？有。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讲这个从灵生的，他如果的话就是供应里面的人，就是灵，就是生命供应里面的人，是不是啊？是。那今天讲来讲去就跑这里边来讲了，跑这个人里来讲，你说讲来讲去你能得着生命吗？啊，你永远得不着生命。我们今天讲不是讲这个人，乃是讲哪个人？看不见的。我们讲的是讲看不见的，有许多人讲能看得见的肉身，就叫肉人使劲努力。你再努力，肉体再努力，能达到主的面前吗？不能。肉体再努力也得死啊！肉体最配的就是什么？死，是不是啊？是啊。那么有许多人现在肉体在那活，就弄就一个人努力加工的一个人，使劲加工，加工来加工去还是那肉体。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信我有两个人的举手来。信我不属肉体的举手。我现在不属这个人，我哪属哪个人？属圣灵。来，放下手。人若没有基督的灵，这个灵就是属肉体的。这个灵不属基督，基督的灵要住在我心里，我的灵和主的灵合而为一，我的灵就属基督的灵，对不对？对。在这了。看不见，我把它掏出来给你看看。我把那灵掏出来给你看看，这就是那灵啊。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属肉体的，他不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的心里，我就不属肉体，我乃属圣灵的。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啊？这不容易讲，这是讲看不见的。要讲看得见的肉体，谁都能明白，还好讲。这讲看不见的属灵的生命实在难讲的，
耶稣说我的话这是灵是生命啊，难怪你跟你耶稣一往灵上讲他就往哪儿想。哎呀，一个属灵的和一个属肉体在一起一交通那简直了，你讲灵他就讲肉，你讲天上他讲地上的，你讲活的他讲死的，你讲神的他讲人的，你说他俩能交通得来吗？那就是耶稣有那耐心了，我都没有那耐心跟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人交通什么叫重生，是不是啊？是。就往哪儿想？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还能回到母腹里再重新生出来吗？你看你当时要听了气不气啊？耶稣讲重生重生的，耶稣讲是在我肉身以外再生一个我才能进去，具备天上这个生命才能进天国，这是属土的生命就得入土，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耶稣讲两个呀，不讲一个呀。那你看那些人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多不多？他就一个人，你跟他讲就一个人呐，就在一个人的讲来讲去的还是一个人，表明重没重生啊？没有，没重生，没重生就累死你。你给没重生讲到那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怎么说的？用属灵的话讲给什么属灵的人呐、啊？那句话是什么？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句话是用属灵的话讲给属灵的人听，他才能接受呢。你讲给用属灵话讲给属肉体的人，他里边没有基督的灵，黑暗的，你讲给他就是活把你累死。讲里边的灵，他讲外面这个肉，你讲基督，他讲亚当，你讲活的，他讲死的。你讲灵他讲土，能好不能好？那讲来讲去就讲到这，那么今天许多传道人不都讲的肉吗？那跟那个孟弟兄讲话，他们讲哪个地方呢？这肉还有这灵，他讲的两家当的地方。他讲两家当的地方，现在正好讲哪个地方？这不肉和灵吗？今天有多少传道人就这么讲，肉一半灵一半，他就讲这个地方，是不是啊？他讲这个地方，你说他讲肉吧，他还有点灵力；你说他讲灵吧，他带着肉，他没给分开。耶稣给分得清清楚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分得清不清楚？那希伯来书说呢，新约旧约分得多清楚。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若好还用立新约吗？这因为有瑕疵所以才立的新约，是不是？看一下这段经文，第七节啊，从那个第六节开始看，看希伯来书第八章。你说前约要好的，一点瑕疵都没有的，神还有必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立新约吗？还有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前约牛羊的血要能除罪的话，还用耶稣的血吗？前约律法要就能完叫人完全，还用立恩典吗？就跟他讲两家当的那句，你说狗不狗羊不羊的，你说是羊吧还有狗，你说狗吧还有羊，反正羊也长毛狗也长毛，只要带毛的就差不多就行了，就那么给你讲。那是以撒，你以撒到年老眼瞎的时候才那么干的，只要带毛的就给祝福啊，长毛就不算秃子，以撒有毛雅各没毛啊，只要摸有毛声音不对也给他祝福啊，是不是啊？你一撒年老是因为什么？眼睛昏花呀，看不见呐，光听声音，这不雅各的声音吗？完了，穿着那衣服还是一扫的衣服，摸一摸不
脖上的毛，他也没辨认到底是羊羔毛是一扫毛，反正只要有毛就不算不算秃的，就给他祝福上。这一祝福还祝福对了，还不瞎坏了，瞎对了是不是啊？是。今天有多少人需要瞎呀？你肉眼要不瞎了，你永远看不见属灵的事情。是。是不是啊？肉眼一瞎了，就在照神的旨意行了。肉眼看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不分长子和次子了，拿过来就祝福啊，是不是啊？好，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耶稣的职任美不美？美。比不比亚伦的职任美？美。比不比天使美？美。比不比摩西美？美。比不比牛羊美？美。美呀。好，他所立的约比不比旧约美？美。看啊，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哪个是更美之约呢？是新约是旧约呢？新约。好，再往下看，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注意看这段经文，是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新约是上帝应许之约，旧约不是应许之约，听清楚了吗？律法之约是上不是应许之约，新约是应许之约，所以新约不能背430年以后的律法，是先有应许之约，是先有律法之约。你告诉我，是应许之约在前，还是律法之约在前？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是在律法以前，是在律法以后？律法以前。对，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他不是叫你守的约。有多少人去守那个旧约的律法之约了？那这个影子不是实体。好，往下看第七节。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因为有没有瑕疵啊？有。牛羊能不能除罪？不能。啊？不能。斑鸠能不能除罪？不能。前约的祭司与我们有没有义？没有。没有义的祭司本身就有罪的，他救不了你。牛羊本身就不是实体，是影子，也除不了你的罪的。所以因此有瑕疵，上帝才跟你立了新约，才寻求的后约。好，后约怎么立的？前约是刻在石板上的，新约刻在哪？石板上。前约是在外面的，新约在哪？前约是用墨写的，新约用什么写的？用灵写的。哪个好？前约是定罪的约，后约是什么？称义的约。前约是渐旧渐衰的约，那么新约是什么？永不废坏的约，是不是？永不废弃的约。后约是永约，前约是暂时的约。看谁要哪个约。神设立两个约，就像设立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看你要哪个，看你哪个，谁是属肉体的，谁是属灵的。好，再看第十八节。十八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什么？为什么还放在圣经？明明上帝立的是新约，跟我们立的新约，把旧约放在这，就是要借着这个旧约叫你看看他是怎么跌倒，怎么失败的。旧约成为鉴戒，不是叫你守的。新约是拯救你的约，旧约不能拯救人的。所以呢，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什么叫旧的？啊，什么叫旧的？好，你家那个老房子是20平方的，20平方有一个护照，有一个护照啊，有一个什么呢？房照，多少平方？20平方，有破有不好的。好，政府来了，把你那个破房给扒倒了，给你盖个1000平方的，哪个好？有新有量有大，1000平方的。现在你有一个护照，是这个新的护照，你又把那老的护照拿出来。
这是旧的，这是新的，这20平方，这11000平方的，你要哪个？这俩你不能都要啊，你要一个，是不是啊？是要哪个？要1000平方是要20平方的？要旧的要新的？什么叫旧的？什么叫旧的？什么叫旧的？旧约，旧约在马太福音前面是新约，在创世纪前面有一个旧约两份，新旧两约。你要哪个约？你得断定好，你说我要在旧约里头，死就临到你了。因为旧约不能拯救人，牛羊不能赎罪，祭司也不能赎罪。今天耶稣基督来，把旧约所有的职分都他一个人担的代替了，儿子代替所有的，代替摩西，代替律法，代替旧约那些牛羊，代替祭司，代替君王，代替祭物。你信不信呢？代替旧约所有的影子，因为节期、饮食、月朔、安息日，它都是影子。实体是谁了？主。那么会幕之都、献祭之都、许多规矩，是不是啊？还有那些会幕里面的一些个什么呢？一些其他的制度、建造制度、约柜的建造、会幕的建造，那些个制度都指向基督。基督一来了，就把这事成全了。基督是所有旧约那些影子的实体。基督一来，就把旧约所有的影子全部实现了。那我又跑影子里面干什么去了呢？啊，你属于反骨啊，你啊！什么叫反骨？跑西，从西生在新约的跑哪去了？跑旧约。亚伯拉罕生在旧约跑哪去了？新约的。你是效法亚伯拉罕，是效法那些反骨的人。法利赛人生在新约跑哪去了？跑旧约。这就是耶稣说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现在开始假冒伪善。你今天凭肉体，你根本就做不出来善事，那你今天为了叫别人说我是善，你就得装，你装出来全是假冒的，这不是有罪了，这是有祸了。不信你就试试看，为了叫别人来板正点，我板正点，一板正全是假的，不接受圣灵更新。上帝今天就是要显明一件事情，显明你一点良善都没有。保罗从前守律法，在律法下的时候，他感觉到我守律法好事，逼迫基督徒残害神的教会是好事，最后他发现了我今天是什么，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今天因基督都当作什么？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不要得着基督，是不是啊？你得把万事当作有损，就因那些我以为是守这守那，就以为是好事呢，你认为是好事不一定是好事，你认为是敬畏神的不一定是真实，你总要从你自我里头跳出来，你不跳出来，你一辈子在我自我里头，你永远侍奉不了主，你必须从自我里跳出，进到基督耶稣里面，才能正式侍奉主。好，休息一会儿。